智慧，也表现他为社区所做的贡献。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唐先生对我们社区做这么多的贡献，感谢他对我们的晚会的一个大力的支持。我们再一次谢谢唐先生。是啊，谢谢唐先生，我参与整个晚会的这个筹备工作哈。唐先生真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这个2018嘉华春晚投资，而且从来是一个完美的结果。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唐先生，好不好？好，唱完中国心这个，我们应广大这个我们这个来宾的邀请呢，有人就。我们今天呢也是不落亲自